水宝盆的发明其实是因为我们海岸种树以后发现在海边树苗存活以及生长的关键是水源，可是水呢就是海边就是不容易，那我们水宝盆是用纸以东方人的元宝的形状，然后盆体的中间种两棵树，又有导水绳把接到的雨水呢引到这个树苗的根部，尤其在刚种下的前三个月的时候，它是最需要给水是不能停的，因此呢树苗的存活率就到90%。我左边这一棵呢，它是当时实验的其中一棵黄槿，用水宝盆它就长到这么大。那右手边是同时间种的黄槿，它没有用水宝盆，都长不大，差异就很明显。虽然现在看起来已经没什么保水功能，可是还是发挥它保护的效果。因为以地温来讲，有时候在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啊，大概可以到70度左右，可是在里面的话可以降到30几度。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桃园观音海岸，要在沙滩上种树啊，要有很多前置的努力。在早期堆沙犁努力之后，我们现在就种防风犁，就有很大的防风的一个效果，树在里头就生长得很好。今年3月种，已经半年多了，经过一个最热的夏天，那它存活率已经有84%左右。我们现在是在麦寮的造林地，这块防风林可以追溯到可能日据时期，他们就已经开始有在这边造林。那我们在这边种植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做一个破空的补植。那防风林呢，它一群树越密的时候，它防风效果越好。那它今天倒掉一棵，等于说形成一个弱点在这边，我们就把它再补强，让它再恢复一个比较完整的防风林。还有另外一种是地层下陷土壤岩化的区域呢，填入一些刻土，把那边的土地垫高，营造出一个淡水的生态池，收集雨水，就会延缓土壤岩化还有地层下陷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那边种树的难度就会比较低。这边是万里的海岸二线林，那这一块地呢是属于比较类似公园的一个环境，那因为当地的居民啊还有一些游客会经常来运动啊或者骑脚踏车，所以说我们在造林的时候特别针对绿美化公园的一个环境的造景，让这边可以更舒服。我们现在在恒春的造林地，这块地呢主要是采就是移除外来种银合欢，重新复育在地的原生树种。在我右手边呢就是原本被入侵的银合欢的森林，这样子外来种银合欢它有很强的排他性，它的根会分泌一种毒液，让其他树会生长不起来，那我们就重新把它移除。虽然说看起来光秃秃了，希望说未来这些在地的原生树种长大之后，它这边可以重新茂盛起来。种一棵树哈，但是你发现说啊，我已经有行动在这边了，你就会觉得内心有一种激动。我发现不管是我们自己和泰汽车集团体系的志工，那特别是慈心这边的志工，我都非常的热情。因为做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啊单一一个人或单一一个公司团体来做，这是为什么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有益的活动，就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让台湾再度成为一个美丽的海岸线的一个宝岛。
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们也因为前几年在海岸种树的成绩很好，所以获得国际肯定，因此我们受邀到欧洲的摩纳哥去跟三大世界保育组织大家一起宣誓，要在25年内呢种下1兆棵的树。那慈金基金会呢，我也代表基金会宣誓要种下1亿到10亿棵的树。是开车到什么地方，现在都跟小朋友说啊，这个以前是我做的，那边也是我做的，成就感是从这里来，因为还长得都还不错。想到说环境呢能够变得更好，然后可以绿树成荫，很多小动物可以在这边栖息，再辛苦我都觉得蛮值得的。你看，孩子长大了，真的长得很好啊。我觉得现在整个全球暖化还有海岸线退缩这样议题，环境是日益的一个恶化，所以我觉得种树非常的重要。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一块没有救的地，但它活过来了就很开心。加油，大家加油，总是认真去照顾它，它一定会回馈给我们，只是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就期待的是一种它以后变成一片绿意的森林的时候，所有的努力就会觉得这是值得的。这样一些好的事情呢，其实是要坚持，后面才会慢慢发现那个甜美的成果。这样种树护海岸，大家一起来，种树护海岸，大家一起来，种树护海岸，大家一起来。